汤包大概四包吧，因为我一包通常都是2到3人份，所以我们买个四包。我说我们不是要买现成的，对啊，汤包不是现成的吗？哦，那个算现成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就加上去了，然后再加点水。我以为现成是热的那种叫现成的，也是，超短一点好不好？这跟我哥的那台越野车差不多感觉。不过我哥那台轮胎打卡，明天还要开出去。哎，这好像下去是逆看撞撞了，直接撞墙。